和蒙恩典的话语，创世纪十三章八节到九节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一起来听视频正道善第十三讲亚伯拉罕第一。亲爱的圣徒们，全国的支教会圣徒们，支圣殿圣徒们，全世界通过言谈王礼拜的所有圣徒，各位观众，这时间分享亚伯拉罕的善第一讲。亚伯拉罕先知的名字面前被赋予诸多修饰语，例如信心之父、万福之源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又提到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，信心之父、万福之源、神的朋友，这些美称都是来之不易。也非任人都配得过，唯有大得神的喜悦、蒙神称许的人才配此称。那么亚伯拉罕是怎样得到神的认可的呢？在许多正道中，经常以亚伯拉罕为例进行说明。这时间从善的观点重新审视一下，亚伯拉罕得享神的朋友、万福之源、信心之父这些美誉，跟他至善的品性紧密相关。在见证关于亚伯拉罕的善的正道期间，愿圣徒们也恳切地渴慕成就亚伯拉罕的善。奉主的圣名祝愿圣徒们能与父神更加亲密，成为能得享父神所预备的一切美福的善美器皿。亲爱的圣徒们，神所认可的亚伯拉罕的善，其一是凡事宽容谦让、温良柔顺的心。宽容和温良柔顺的品性源于真理成型在心里而有的从容豁达心境。进一步细分说明，首先宽容是指真理完满成型在心里，得享晓得真理而生的自由，从而能够付出自己所有的心灵境界。其次温良柔顺呢，是指善美的心灵体现在真理里，此亦可彼亦可的境界，是选择神更喜悦的方面而行的心。故温良柔顺的人多结善果，口里指出造就人的恩言，处处体现善美的德行。这种宽容和温良柔顺的品德完美体现在亚伯拉罕身上。那么亚伯拉罕生平所行如何体现出宽容和温良柔顺的善美品性呢？最经典例子见于创世纪第十三章，关于亚伯拉罕把新领地的优先权舍让于侄儿罗德的情节中。早在亚伯兰遵照神的旨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起，罗德就与亚伯兰同行。神赐福亚伯兰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同蒙恩福。他们的财物渐渐增多，以至于不能同居的地步。驻地的水源和牧草已不够他们的群畜和人丁所用，
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便发生了争执。亚伯兰凡事追求和睦，向侄儿罗德提出一项建议，内容记在创世纪十三章八节至九节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。就是说亚伯兰的牧人还是罗德的牧人之间呢是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不管论辈分还是论次序，亚伯兰本可以行使优先权，而亚伯拉拉罕就将优先权谦让于罗德。罗德毫不客气地接纳叔父亚伯兰的善意，心安理得地选择滋润肥美的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。大家可以换位思考，如果我是罗德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，如果是亚伯拉罕的立场会怎么做，对照一下自己。是像罗德那样唯恐错失良机赶紧占取好地，还是让给叔父呢？当然，即使罗德谢绝推迟，亚伯兰必会再三让与罗德。罗德若是纪念亚伯兰的恩，就算亚伯兰再三推让，也应当主动选择次的，把肥美之地归给叔父亚伯兰。即使亚伯兰屡次让与自己，也不能自我安慰，我已尽了本分，就心安理得地选择好地，这显然不是知恩图报者所为，也谈不上合乎做人的道理。当然，这总比争先占便宜的心态呢要强。但若是真正感激亚伯兰的恩，即使无法在此先做选择，也不应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好地。从经上的情节看，罗德一次推让都没有，就照自己的利欲所趋，选择自己看为美的地方迁离，其气量之狭小可见一斑。那么此时此刻亚伯兰的心情如何呢？他没有因罗德见利忘义先占取好地而感到遗憾，为此耿耿于怀，反而因着获得开阔的情怀，对罗德不曾存有丝毫的不悦。即使罗德那样行动，罗德也不先推迟，心里也不会感到遗憾。亚伯兰拥有舍尔在舍的宽容谦让品德，具备在真理里面彼此时刻彼也可，并能选择神更喜悦的方面而行的温良柔顺心灵。他的服侍是发自真诚的，所以能够甘心把自己应有的权利谦让给那比自己辈分小的人。那么与亚伯兰进行比照，大家觉得自己宽容的品性已呈现了多少呢？在各位的家庭中，夫妻之间、子女之间谈论什么事？在谈论吃的时候、谈论穿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？在心里是怎样想的呢？即使行为不同，但在心里也会说，那是我的，我要先选择就好了。但是如果发自内心谦让，效法这样的心的话呢，那家庭该有多么幸福呢？夫妻之间、父母子女之间、弟兄之间就不会争吵，
因父母富足而给子女留下遗产的时候，如果弟兄姐妹能如此谦让的话，父母也不会担心。但是拿遗产，弟兄之间争吵成为仇人，妻子对丈夫说，你要多拿才对，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纠纷。如果互相谦让，哥哥先弟弟先，这样的话那是多么幸福的家庭呢。希望圣徒们也能拥有宽容谦让的心，在家庭在职场也同样。假如拥有物十个，你能拿出几个给那求你的人呢？我想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，有的也许能舍出一个或两个，有的可能是能舍出五个，有的能够慷慨大方地舍出九个。然而亚伯兰诚心可以做到，有人求他十个就给予十个。亚伯兰具有这般甘心乐意舍出自己一切的宽容品性，这正是神称他为善的一个因素。亲爱的圣徒们，神所认可的亚伯拉罕的善，第二是毫无私欲，正直诚实行事。论到亚伯拉罕的心，其本性善美，天生心量阔达，能容万事。然而神为了使这美好的大器皿成为全备的金器，在他身上允准了各样熬炼和试验。当然亚伯拉罕所受的熬炼与其他先知所受的有所不同，例如摩西先知经历了彻底致死老我的熬炼，期间流了许多的泪。当然在岳母家生活了近四十年，当他完全致死自己，彻底倒空老我后，对神的信去更加完备，对用那本于真信的全心视角重新看待一切，能够常常流泪向神表白他内心至诚的感恩之情。而亚伯拉罕的熬炼并非在流泪中度过的，而是在信心和盼望中胜过试炼，向神活出正直的品性，最终蒙得祝福。这不是说亚伯拉罕一点也没有经历过苦恼愁烦和哀痛的事，只是表明亚伯拉罕比摩西其程度轻得多了。显然亚伯拉罕和摩西处境不同，使命有别，所以神对个人的熬炼和方式自然也各异。而且因为两者心地构成的土质各有分别，所以神对个人的耕作方式也相异。亚伯拉罕本是美好扩大的器皿，他切慕正直的心灵，崇尚诚实的品性，他做每件事情从不敷衍应付，总是谨慎处理。我去海外宣教或者是去教育的时候，在退房的时候呢，我偶尔看一下我身边工人们的房间，他们呢也许没在乎，只认为主任牧师只是看了一眼，其实我看一下房间后呢马上就出来。但是没有一个房间是合我的心意，也就是说每个房间呢都很乱，也许呢会认为也不是自己的家，只是睡一觉还支付了房钱，不在意。看用过的毛巾呢也乱扔，如果叠整齐一些
放在房间的这一边该有多么好呢？洗手巾也很乱，一点都不整洁。床上的被褥也整理得整齐一点的话，打扫卫生的人进来的时候，心情也会好的。还有这样的客人，到底是怎样的客人呢？听说是万民教会来的。如果这样做得好的话呢，还能荣耀父神。去海外也好，还是在国内也好，很难看到整理得很干净后退房的房间。以前呢也给大家讲过，如果铭记在心，下次做得好一点就好了。但是我看呢，没有铭记在心。无论是去哪里都一样，在家里呢，还是在任何地方都一样。学生们，但是呢，我就是看到学生们就是早晨起床后呢，不整理被褥，还需要妈妈来整理。早晨起床后，自己整理干净后出来多好啊，还能减少妈妈的劳动。但是有很多这样做的子女，起床呢就出去洗脸、吃饭、上学，好像那些呢都是妈妈的事情一样。妈妈还要整理床单、打扫房间，多辛苦呢！自己的房间自己整理干净多好。那样的心呢，也是主的心。所以呢，不能看到亚伯拉罕马马虎虎的样子，是拥有着谨慎行事的心。行事缜密，处事精明，在神面前力求完美无缺。但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相信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智谋而行。亚伯拉罕极其谦卑，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，同时具备靠神的名凡事都能的全备的信。因此无论遇到任何艰险，亚伯拉罕的信质毫不摇动。他本着这般美好的品性，活出了正直虔诚的形象，一生的道路充满了神的祝福。亚伯拉罕的这一品性特征，正是神称之为善的另一个因素，是多么善美的心呢？然而有的人最为凭信行事，却因私欲所牵引，不遵循正直与诚实，偏行己路。然而心存良善的人，则相信并想望神的赐福，诚实正直为怀，谨慎真理而行。因为亚伯拉罕活出这般信仰境界，所以是创世纪32:2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祝福约言完全应验在他身上。神会向任何人赐予这样的祝福吗？下面让我们透过圣经中的具体事例，一同领略亚伯拉罕的正直和诚实的品德。创世纪14里讲述，在一场战争劫难中，罗德被掳，亚伯兰率领人马英勇出击，击败联军，营救并夺回着罗德和他的财物。亚伯兰听到罗德一家遭难的消息时，并没有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，而是冒着危险，甚至率领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前去营救。亚伯兰的英勇作为给罗德所住的索多玛城带来战争的胜利，于是索多玛王前来向亚伯兰致谢，并要将寨里所得财物归给亚伯兰。可是创世纪14:22-23里，亚伯兰回绝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
把这场战争引向胜利的是亚伯兰。对于索多玛王而言，亚伯兰是个大救星，恩重如山。亚伯拉罕即使顺着王的下谢收下战利所得财物，也是名正言顺、光明磊落的，并无贪取不当之财之嫌。如果此时亚伯兰略有一点私欲，就会心安理得地收取那战利品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。理由是，首先战利品应归我，那是打赢这场战争之功劳的应有报偿；其次，战争的胜利是全靠神的同在，战利品是神赐福给我的福分。然而亚伯兰不求半点私利，在他毫无贪恋钱财的这样的心，从我国的历史上来看呢，虽然不是很像亚伯拉罕，但是偶尔呢会看到有类似于亚伯拉罕的那样正直的人。在韩国，论到李舜臣将军，就会看到他为国无私，为王为民，即使不能照顾自己的弟兄，却为了国家甚至冒死而战。我以前呢通读了很多遍《三国志》，是在我遇见神之前，我从中有所感触。诸葛孔明、诸葛亮完全没有恶的样子，在任何方面呢都看不到一点的恶。不懂真理的时候也是那样，在明白真理后呢，在对他进行思考，发现了他根本没有恶的样子，没有私心，没有贪心，也从不炫耀自己，也不想得到名誉和权势，只是为了王，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，为了他的下属，从始至终都是牺牲自己。而且三国志中出现的那么多军人，那么多的将帅中，唯独有一个人是非常正直的将军，那将军也没有私心贪心，只为了国家，为了王，为了自己所服侍的主人，自始尽忠。不管在怎样的战场上，也不吝惜自己的生命，为了主人，为了他侍奉的王与国家，从始至终呢，就是牺牲自己。有这样的将军，以前呢，我也给大家讲过，他是谁呢？就是赵子龙。那位将军出战那么多战场，一次也没有遇到过被弓箭射中，或者是被刀刺中等这样的危险。每次战争胜利后，将军死在战场上呢，也算是一种荣誉。可这位将军呢，活到寿终，并不是在战场上被杀，而是年纪老迈，因无力而死，不是因病而死，是无力而死的。直到寿终，受到神的这般恩宠，因为没有罪，没有私欲贪心，是非常善良的将军。在他身上呢，不能找到任何瑕疵，所以呢，不是病死，而是寿终而死的。即使是不认识神、不认识主的时候，善良的人呢，以真理对照，也是很合乎的样子。亚伯兰专心指望神的赐福，他从未有私欲为自己积累财富，而专心指望灵魂兴盛而来的神的赐福。神正是看中亚伯兰这种正直的品性和行为，称之为善。正如箴言十一章三节前半节所说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，
亚伯兰得以蒙神随时的引导，一生的道路充满神的祝福。大家若想得蒙从神来的福分，首先要使亚伯兰的善成形在心里，除去心中的私欲，造就正直的品质，专行神看为正的事。然而很多人却不能承受神所预备的福分，因为他们常常私欲当先，只顾眼前，顺着私欲的牵引偏行己路。箴言28:10，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心存贪欲的人，即使无人诱惑偏行恶道，也会轻易入迷惑，遭试探，陷网罗。愿大家铭记，唯有完全人必蒙必承受福分的这一圣言，正直为怀，诚实为人，在神面前努力做完全人。凡是蒙神奉圣的祝福，圣徒们在神面前一直正直诚信的亚伯兰，不但不取那名正言顺可得之物，甚至别人要无偿赠送的也仍以逐价买妥。创世纪23记载，当亚伯拉罕为妻子撒来寻求坟地时，赫人表示要把麦比拉洞白白赠给亚伯拉罕安葬他的死人，亚伯拉罕却不是屈膝接纳，反而付了足够的价银从赫人手中买妥麦比拉洞。亚伯拉罕清心无私，不图非分之物，体现出正直诚实的完美品性。亚伯拉罕用竹架购买坟地，乃是出于属善的智慧。他知道属血气的人容易变心，现在慷慨舍出，后来有可能反悔，要求返还那地。如果岁月流逝，有可能要求他退还那地。若是那样，亚伯拉罕就落入被迫迁坟的尴尬境地。亚伯拉罕凭着属灵的远见埋妥那地，不留任何后患。并且如创世纪23:18所记载，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，乃是在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。亚伯拉罕是交易公开进行，众人为证，万无一失。这一智慧的举措着实令人叹服，之前推辞索多玛王供让于他的战利品也是出于属善的智慧，免得索多玛王将来看见亚伯兰更富有了，就说那是因他把战利品归给亚伯兰的缘故。当时亚伯兰断然回绝说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。他为人睿智精明，做事不留一点破口，使神的荣耀不受任何污损。这种智慧出自亚伯拉罕正直诚实的至善品性，是善美的智慧。我过了初信徒的阶段，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哥哥们，我上面的哥哥们还有姐姐们呢，就对我说，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做书房，别人看着也不好，我给你垫钱，做点别的事情吧。他们要给我出钱让我做别的事情，但是我已经祷告后做了决定，心里呢没有丝毫动摇，也没有想得到他们帮助的心。我不想得到亲弟兄的帮助，虽然现在得到他们的帮助呢对我是有益，但是在日后我就不能将荣耀归于父神，所以我想我只要依靠神，所以呢就拒绝了他们。
没有接受他们的帮助。那时候是很困难的时候，七年病痛后遇见了神。那时候呢，我还是有很多的债务。也许会说，这是神祝福我的，神做工的，带着这样的心而接受。但是呢，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。而后回想起来呢，我做的真好，非常感谢。如果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帮助，他们就会说，在你困难的时候我帮助了你，你才有了今天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不能尽情荣耀父神。所以我只依靠神。开拓教会的时候也同样，在开拓建立教会之后呢，建立教会的时候呢，只有韩币7000元。虽然呢周边有哥哥姐姐们，但是我没有依靠任何一个人，没有接受他们的帮助，也没有请求他们的帮助。在我开拓教会的时候，也没有劝哥哥姐姐们到我们教会过信仰生活。姐姐们接受我的传道后呢，再出席其他的教会。我也没有对侄儿们说，我开拓教会了，请到我的教会来帮助我。没有依靠某一位兄弟，也没有依靠任何人，我有依靠神。一开始呢，就做了祷告室，在狭小的圣殿的祷告室呢，向神恳切祈求。我们教会开拓的时候，在的那些圣徒们呢，都知道，我们圣徒们呢，也是经常进入祷告室呼求祷告，汗流浃背。那里呢也不通风，也没有电风扇，进入狭小的祷告室祷告，全身呢都会湿透，就是那样祷告，通过祷告一个个得到应允。大家也同样，如果真的爱神有信心，无论是大是小，都要信靠神，向神恳求，从全知全能的神那里得到应允，那样神就会从始至终保守并引导大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各位的内心呢有只依靠神的信心，所以神会按照各位的信心来负责大家。当凭信心从无造有的神而祈求的时候呢，神会负责并引导大家。我们教会有很多圣徒蒙神的爱，在得到神的祝福，非常感谢。看到那些圣徒非常感谢，靠神的话也得到变化，得到祝福，真的是很感谢。但是他们通过熬炼成为了只依靠神的人，只依靠神，如今也那样。因为工作变得很忙，工作量也很多，需要多聘用一些人才。那个人呢就问我，可以再聘用几个人吗？还要扩大办公室，问我可以扩大办公室吗？其实他本人是社长，是主人，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，但是呢他只想依靠神，所以呢问我可不可以。因为他的心讨神的喜悦，我就说可以多聘用人才，也可以扩大办公室，并且为他做了祷告，求神让他能够聘用到良善的工人。他本人呢是老板，是主人，可是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无论是大是小，都以求告神的心，依靠神的心来做。当只依靠神的时候，在凡事上依靠神，按照神的旨意生活。所以现在呢也在蒙福，神不断地赐予他祝福。什么是善的智慧呢？效法我们的父神，只依靠神，这就是善，是智慧。我们得到智慧，也要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不是这世上的恶的智慧，要得到从神而来的善的智慧和明哲。再看创世纪21章的讲述，
因水源匮乏，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亚伯拉罕的水井，亚伯拉罕是受害者，本应该向亚比米勒索赔，但亚伯拉罕就在此事见亚比米勒时，非但没有向亚比米勒索赔，反而送他七只母羊羔，以为实证，确定这口水井的所有权。尽管明显对方理亏，也会主动与对方和好，进而立定合约，划清界限，以免再次发生水井纷争。假如亚伯拉罕据理以争，追讨指责，亚比米勒也许因为理亏而有所收敛，但不会诚心报愧悔过，两者之间很难建立真正和睦。以后到了窘迫的境地，或者是得着某种借口呢，亚比米勒还会邪念复起，抢夺水井。然而亚比米勒因亚伯拉罕非但不提出索赔，反把水井的赎价付给他，便从心底里敬佩亚伯拉罕，从此呢不再打水井的主意了。可见亚伯拉罕的为人处事何等睿智精明。亚伯拉罕顺着神的指引走上了蒙福的道路，在此过程中他用属善的智慧应对每一件事，从而凡事上获得了善美的结果。这样人本着善心智慧行事，可以消除纷争，营造和平，而且万无一失，杜绝后顾之患。然而很多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不以行善为念，而先计较是非对错，自以为是，贬低别人，导致双方情绪激化，矛盾加深，小事闹大。有了属善的智慧，在圣功上也会畅通无阻，消除一切搅扰阻碍，快速成就神的旨意。若用属善的智慧应对开罪自己的人，就可以使对头做你得力的帮手，还能给对方带来感动。要想获得属善的智慧，必须开阔心量，慷慨舍出自己的所有，除去私欲，行正直的路。希望大家铭记这一点。给大家做一个见证，结束今天的正道。有对夫妻呢来见我，向我见证他们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，说以前呢他们大教区有全体聚会，那妻子呢做好了出门的准备，丈夫提前下班回家了，丈夫进家门，他也不能说大教区有聚会就出去，所以呢又回到房间，回到屋里呢就是给丈夫摆好饭菜。虽然呢在神面前觉得亏欠，但是呢丈夫下班了就想应该给丈夫做热乎的饭菜。他说他那样做了，我就称赞了他，说做得很好。但是呢昨天呢他说他从家里出来，开车出来忘记了带手提包，包里面有钱，但是忘记带包了，走了一会儿呢去加油站要加油，发现没有带包出来，所以呢就是车呢是已经加油了，却没有带钱，所以呢就是走路回到家里，回家呢去拿手提包，回到家丈夫呢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回来呀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会给你送去，还这样辛苦的走到家。但是妻子呢不好意思打扰丈夫，当然呢打电话的话呢丈夫会出来，
但是呢，她就是不好意思打扰丈夫呢，就自己走回家，好像是距离不是很远。妻子呢为丈夫着想，丈夫呢为妻子着想，互相是为对方着想的心。如今世代，夫妻之间互相服侍、互相谦卑，以神家的事为先的夫妻呢不太多。所以呢，我对他说，只是你是真的是嫁对人了，这样生活夫妻之间呢也会很和睦。亲爱的生徒们，善是多么美好呢？夫妻之间、父母子女之间、弟兄姊妹之间、邻舍之间、朋友之间，还有在职场、在教会里面，善和爱是多么美好呢？互相成就善，成就和睦，多幸福呢？刚才的见证呢，也是那样。要多聘用人，因为工作量多起来，职员们呢会很辛苦，所以呢想多聘用一些人，减轻职员们的辛苦。用那原有的人员呢也充分可以工作，但是他考虑到职员们会辛苦，在逐渐蒙祝福，多用一些人，要让职员们更轻松一些，是出于那样的心要聘用人的。看他的用心多么善呢，他的妻子呢也是很善良。以前呢在接受熬炼的时候，他妻子的脸上也从没有失去过笑容。那时候呢我心想，应该很不容易，物质方面也很困难，但是看到他的时候呢总是带着笑脸。我们教会有几位那样的人，每当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以笑脸问候。圣徒们，我们一起都追求善吧，都效法神、效法主、效法亚伯拉罕，这善是多么美好呢？讲结论，亲爱的圣徒们，今天从两个方面分享了亚伯拉罕的善。神所认可的亚伯拉罕的善，第一是凡事宽容、谦让、温良、柔顺的心；第二是毫无私欲、正直为人、诚实行事。从肉体方面来看，善人看起来没有能力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成就神所认可的善的人呢，并非如此。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得到从上头来的善的智慧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和平解决，也可以防患于未然。正如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愿圣徒们更加渴慕善，将今天所听到的亚伯拉罕的善成就在心，使圣徒们的生活充满神的祝福和恩典。奉主的圣名祝愿大家。接受患者祷告，把手放在疼痛的部位，放在软弱之处，为了成就心愿，凭信心接受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全能慈爱的父神，感谢这一日的看顾，感谢与我们同在的恩典。此刻求你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，超越时空，坐落在地线电视观众之上，通过言谈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、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，所以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，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，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，求父用圣灵的火、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、五脏六腑、每根骨节、全身神经、组织、细胞
等一切疾病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，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、病菌、软弱都退去。光啊，进入吧。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、顽症焚烧净尽，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，击退感冒、咳嗽、发烧、全身酸痛、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。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，求父保守。求父使胃癌、肺癌、乳腺癌、子宫癌、大肠癌、皮肤癌等各种癌症，以及艾滋病、白血病、脑溢血、高血压、低血压、心脏病、肺病、胃病、糖尿病、妇科病、皮肤病、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。也求父使小儿麻痹、中风、关节炎、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，腰痛、头痛、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，癫痫、自闭症、抑郁症、躁郁症、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。我吩咐麻痹、瘫痪的得以释放，瘫子要起来行走、跳跃，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，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，瞎子要看见，聋子要听见，哑巴要开口说话，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接近，骨折得到愈合，烧伤烫伤得以痊愈，火毒都退去，热气也退去。父啊，求做工，不留下一点疤痕，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接近，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，死人也复生。祝福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，得到怀胎的祝福吧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，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，他的众使者也退去。这世上的邪灵、污秽的灵、虚谎诡诈的灵、挑拨离间、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，冲开一切凶恶的绳，黑暗退去吧，光啊进入吧。求父神赐予您的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，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，使他们灵魂兴盛，凡事兴盛，成就家庭福音化。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事故、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，亨通顺利的生活，用圣灵的火焰、天兵天使逐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、工作、事业，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，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，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，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。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，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，体验了神，得到了应允，得到了祝福。父神，感谢您，将荣耀归给您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涙の中おられる主、愛の主、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主。